露露，你在呀？你是谁呀？怎么搞的？我是谁你都不知道？是我呀。哦，你总算来了。这么黑呀，怎么不开灯呢？停电了。露露，我一直在找你，你昨天晚上跑到哪儿去了？我的神经都快崩溃了。你说有人在看着你，我刚才来怎么一个也没看见呢？谢天谢地，我还在这儿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做了个梦，梦见我掉到井里头，黑乎乎的。我老想抓着点什么，可是我没有手。我的手呢？这不是你的手吗？你这是在做梦？你看，这么漂亮的手。我要起来。时间还早，你再睡一会儿，你需要休息。露露，你太累了。现在几点了？七点。露露，我有些要紧的话对你说，你听见了吗？露露，你听不听？还有一个小时，怎么办呢？一个小时？你说什么呢？啊？昨天金巴的秘书来和我谈生意上的事情，他提出来。你不用说了。他告诉你了？他和你怎么说的？嗯？你答应他了？露露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我打算怎么办？你呢？难道你一点都不想管？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，求你嫁给我，让你做我的。做你的什么？这个混蛋金霸，他明明知道我们的关系，他还敢打你的主意。我问你，昨天你怎么答应他的？我当然没同意了。我说，陈小姐不是那样的人，她不会同意的。可是露露，你也是场面上的人，那金巴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还不清楚，咱们惹不起呀。所以呀，你就答应把我借给他了。我，露露，我绝对没有这样说过。我只是对她说，陈小姐是个有知识、有主见的人，我做不了她的主。我让他们来问你。再说呢，这场面上的事情太复杂了。像金巴这样的人，他真要是动了什么念头，那恐怕……我不怕他。我有办法。
你有什么办法呀？我可以走啊，离开。你看，你又说胡话了。你能上哪儿去？你以为我没有地方可去吗？我有。你能上哪儿啊？你不是说他们还有人看着你吗？ 我抽屉里的安眠药多的是，想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。我可以去天国。露露，你又在说疯话了，这可不是说着玩的。露露。 现在别人都帮不了你的忙，只有我了。你说，我潘月婷对你真心不真心？我对你呀，说心里话，真是没得话再说了。我对我自己的亲生女儿也没有对你好。那是自然。我要是你的女儿，你会这样待我吗？ 你看看，你这张嘴是多厉害，都到了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有拿这种话来气我？你知道不知道？我想过来想过去，想的夜里都睡不着觉，才想出这么一个万全之策。你想想，你要是跟着我，生活上好，自不必说了；最要紧的是。 金巴就不好对你再有非分之想了，你难道不愿意吗？我请问，你要我怎么跟你？要我做你的三姨太是吗？这不过是表面上如此啊。他们能和你比吗？你是明星，是我的皇后啊。 你先搬到亨德饭店去。往后，我再给你买一套房子。露露，我这可不是逼你啊！你就是逼我。那好，那你就和金巴去打交道。我和金巴打不打交道，那是我的事情，不要你也来逼我。你，好好好，我不逼你，是我把你给惯坏了。 你的事儿，我从现在起一概不管，随你的便，我走。月婷，你回来。你真会欺负人，这样的时候你还这么欺负我。行，要走你就走吧。我怎么是欺负你呢？ 我这都是为你着想，为你好。今天一大早，丁秘书至少打了10个电话找我要人。还有一个小时，他们就要来车到这里接我。今天就走？他昨天没说呀。 真的好怕，露露，你就答应我吧，我绝不会让你受委屈。你信不信我的话？我信。你还要什么呢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你又不听我的话。 你说，我把你该怎么办？我知道你对我好，我从心里感谢你，但是我不能。你想一想，我是一个有脾气的人，这样的时候你怎么能让我做你的姨太？你这个时候都不同意。 那别的时候，你看，你自己都承认了，
你这叫乘人之危。随你怎么说吧，反正我不让你受委屈。你现在宣布同我结婚，能拦得住他吗？他说要去迎接一个重要的客人，这个客人到底是谁呢？为什么要去承德呢？我真的不知道金巴到底要干什么，他打的什么主意我不知道。这就是我的命。露露，既然如此，你还要想开一些。现在身在这个圈子里，这个圈子，你呀，就是太想要你的那个自由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能知道我的心思？我怎么能够不知道呢？你这样的女人，就是跟别的女人不一样。
陈小姐，请这边走。 过去宫里也有这一出啊。陈小姐，你来了。啊，我去跟八爷说一声。八爷，陈小姐来了。陈小姐来了。八爷您好。 请你可真不容易啊！那好，老达子，咱们走吧。嗯，好，要给八爷穿衣服。陈小姐，请吧。 听说这孩子住您家了，可不是嘛？这孩子可勤快着呢，屋里屋外呀收拾得一把劲了。他挑水呀，做饭呢，哎，没不干的，这不还帮着我干活呢？哎，我们邻居家黄先生呢，仨孩子啊，哎呦，整天就都离不开他呢。姑娘，你好福气呀！ 好好跟老爹学学手艺啊！知道，老爹，哎，我走了啊，您忙啊！哎，好嘞。赶快收拾，咱回家吃饭去啊！好嘞。爷爷，哎，来喝粥。哎，好。爷爷，这又是一幅新画啊。是啊，你瞧。 我家住在山海关外的一个小村庄里面。姐姐，你的妈妈呢？我妈妈已经不在了。自从日本鬼子来到我们村庄里面，又烧又杀，村里的人都跑出来了。我和我妈妈也到处的流浪。 白天我们就走，晚上就睡在路边。我们来找爸爸，可是妈妈又病又饿，倒在了路边。 山海。
黄，你干嘛呢？没什么，我有点睡不着，你先睡吧啊。不用，家里还有粮食的，您就留着吃吧。孩子，你拿去。这白菜、萝卜、大芹菜、大萝卜，快来买呀！来了来了，快来买呀！白菜、芹菜。这萝卜多少钱？五毛钱，全拿走。五毛钱。对啊，你看看这还叫萝卜吗？都抽扒成什么样了？多好的萝卜呀！哎，真够黑心的。你回来，两毛钱，全拿走。两毛钱？对。他又吐血了，是吗？他以为我没看见，我也没说什么。那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哎呦，过一天算一天呗。真苦了你了。要是没钱，你就吱个声，啊！老舅，你先给盛半斤鸡蛋吧。盛，等他发了钱再还你。哎呀，什么还不还了？咱俩还说还不还吗？真是，等着啊。上吧，上吧，挺好。哎，仔细着啊。哦哦，这嘴我是照着妞妞的嘴画的。是吗？哦，像像像。妞妞，像不像啊？像。山中有流水，
借问不知名，因低为天。快喝了吧，啊！鸡蛋，哪儿来的？哎呀，你别管，快喝，待会儿凉了啊。你帮我，在里屋那炕中央拉上帘儿去，啊？拉帘儿？拉帘儿干嘛呀？说什么？我也得把孩子给挡挡啊！孩子这么小，他看得见吗？谁说他看不见？他又不瞎。他那小眼珠子滴溜溜的转。就是他看见了，他不让你们干嘛呀？就算他看不见我，可我看得见他呀。你说我这当妈的，当着儿子的面儿，这成天紧跟人家这，你说我这造的是什么孽？我说三姑娘哎，别跟自个儿找别扭了，净想那些多余的事儿。我算是想透了，不就是卖吗？卖吧。等我实在干不动了，大不了一个烟泡吞下去，完事儿。哎呦，到时候的事儿啊，到时候再说。现在说呀，除了添堵啊，那没别的。见客了，见客了，姑娘们出来见客了。哎，三姑娘，那你先接客去，回头啊，我把帘子挂上。得得。哎哎。哎哎哎，陈小姐，陈小姐，这边这边请。我去告诉潘经理，说您回来了。好的。经理，关于银行贷款的利息，潘经理，啊啊，写完了，写完了，您继续往下说吧。写到哪儿了？关于银行贷款的利息。哦，这件事情，谁呀？潘经理，陈小姐回来了。慢走。露露，你可回来了！月婷，哎，我可以进去吗？当然可以了。
来来来，请进。你还是第一次到我这儿吧？你来看看，我这儿怎么样？陈小姐好。啊，来，石青，你先回去吧，待会儿再说。露露，你走这么久，也不知道给我来个电话。天天都在忙啊。忙，一直都在承德。不，还去了北平，逛了紫禁城、颐和园，客人一高兴，就给买了这些。露露，您要是再不回来，那我可就……你就怎么了？寝食难安了。我看你活得好好的，正在办理自己的公务呢。哎，这些都是表面的事，其实我这心里啊，就像架在火上烤一样。是吗？是。烤焦了吗？让我闻闻。好，挺好的，香喷喷的。月婷，哎，我来找你，有一件事情。你说吧。你把钥匙给我。钥匙？怎么？你把那套房退了吗？你是说？亨德饭店的那套房啊？怎么了，老爸爸？你怎么了？怎么不说话呀？嘿，好，露露，好，好，好，露露，咱们还等什么？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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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走吧。你瞧那个男的，可不是嘛？那怎么抱呢？怎么那么个抱法啊？哎，陈小姐来了。陈小姐，你可不错了，到啊！哎呀，露露，你真漂亮，你也好漂亮啊！没你漂亮，你瞧瞧你这房子，嘿，又漂亮又气魄。要不你也来住吧？还有我呢，一块住。不容易，露露小姐，你好，你好，玩的高兴啊！你干嘛？你不聊天了？我去打个招呼嘛，一会儿就来跟你聊天。陈小姐，漂亮，玩的怎么样？玩的挺好的，欢迎你。怎么样啊？哎呀，不高兴了。你一来呀，我可就要赢了。那当然了，我是你的福星嘛。那当然，我可输了。哎呀，把这打了。八姐啊，吴瑶一间和这个一模一样的房子。赶明啊，咱们呢买一个比这还大的。真的呀？哎呀，五万。乔治啊，你怎么就是不出我要的那一张呢？我倒想要了。好，走，二筒。吴先生，来张香的吧。什么香的臭的，就这张西风。臭西风，谁愿喝你的西北风呢？错了。哎呀，哎呦，洛洛，瞧瞧谁来了。你们先玩啊。哎，好好好。四爷来了。哟，四爷，这么些人呢，真热闹啊。四爷，洛洛，四爷，四爷，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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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哟，大忙人，怎么现在才来呀？应该罚你吧？罚吧，你想怎么罚你就怎么罚，随便。那好，罚罚罚罚罚罚！哎呀！四爷，飘飘欲仙了吧？这种罚法，四爷，以后你天天晚点到，让陈小姐等着。对对对，他敢哟！你看我敢不敢？你瞧瞧人家啊，赶明儿你要是不收拾啊，看我怎么烦你！昨天夜里，老爷回来了吗？
好像没听说。那前天呢？不清楚。又睡到那个女人那儿去了。哎呦，你这个贱人，疼死我了！大慈大悲的观音啊，保佑我们潘家兴旺平安，保佑我们离人能够。太太，您的茶。呸！你搁的什么茶？怎么一股怪味儿？怎么回事你？我没有，我搁的是反了你了！你还敢还嘴？又熬不住了，闹上脾气了，可真是……大奶奶，这丫头不能要了，梳头把我头发一把一把的往下揪，倒茶想毒死我。你说，你安的什么心？你哑巴了，死人！得了，别闹了。小红啊，把玉兰领出去，免得再叫二奶奶看着别扭。死丫头！祖英啊，你坐下。祖英啊，你是不是因为老爷和外头那个女人，你心里不痛快啊？我，你什么？你我还不知道啊。当初你过门的时候，我是怎么做的？你怎么不跟我学学呢？哎，我才不自找那个不痛快呢。你有儿子，你怕什么？连我都不怕。他要是把人真的娶回家，那倒也罢了。可现在这样，你呀，说的好听。真要把人娶回来，你还不闹翻了天呢？瞧您说的，我是那么不明事理的人吗？好了，明事理就好。哎，算了，咱们抽点烟。也不知道那个妖精有什么本事，把老爷迷成这样。连上星期丽人出国上轮船，他都回来没待上半个钟头。你还没洗完呢，要不要我进来替你洗洗？不许胡说，你端着酒杯呢吧？哎，你那眼睛还能透视啊？赶紧把杯子放下，不许再喝了。哟，又添了新规矩了。你晚上睡觉打呼噜打得厉害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像头猪，你就是能够糟蹋我。哎，
我是。哦，丁秘书。八爷说他什么了？一夜冷风吹，露珠草上泥，天地无意，悄悄春发生，春发生。一生之水一滴露，何处觅芳踪？深夜飘零，星夜飘零，飘零。夜夜盼天亮，又怕朝日升，千年相逢，转身离别走。滚滚红尘来拂去，只见日月明。爱也是痛，恨也是痛。相识在远方，相思在黎明。芳草连天，尘埃总落地。绵绵岁月堆成湖，女儿谁做成？来也经营，去也经营。人醉了梦醒了，人醒了